躺躺的方式，你看，在维修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只要有经费，你看就可以请到工人把那个树木啊、杂草啊处理了，然后枯干了以后把它再种，你看，环境又变得那么空旷了，然后黄色，你看，还可以用来可以维修、整修的、修复的，木头的烂掉换成那个铝、阿鲁米的铝的，你看。或者再补一补，你看那个就很旧了，就用油漆混刷焕然一新，哇！台糖的那个黄色维修哦，有赵坤年议员，台南市赵坤年议员，他就政见就是要活化糖厂，活化糖厂，还想说要那个糖厂到那个物产，到物产那。这之间说要做，可能天空步道，然后有那个创意的说要做天空步道，做天空步道要花钱，对不对？你看评估那个效益了，有那个创意构想也不错了啊。